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ia Design League 咩咩设计联盟，我是阿哲。今天我们要玩 Minecraft，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升级到1.3.2喽。因为之前那个没办法，不是没办法，是懒得。之前懒得升级原因就是因为就是很多玩 Minecraft 都知道，就是升级之后要很多 mod 都要重装，或者是那个材质包什么的要重换，所以我就懒啦。可是现在很多地图都需要1.3以上才能执行，所以，对吧？不升级不行啦。那反正现在升级了就没事啦。然后我们大概是一个礼拜拍一次实况，然后可能是隔一个礼拜就拍一次 Minecraft，就是一次 Minecraft，然后一次其他的，然后再一次 Minecraft 这样。哦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来玩吧。我们今天玩的是水狼做的 Minecraft 下楼梯，好像是蛮久以前的那个作品吧，然后下楼梯，对啊，那个大家有玩过那种就是很有名的游戏，就是小朋友下楼梯吗？就是很经典的一款游戏啊，就是这个，就是刚就是随便去下载，所以没有声音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就是给大家怀念一下嘛，是吗？然后，对啊，应该就是这样，就是不要被针刺到。奇怪，我现在是在介绍麦克还是介绍下楼梯啊？两者都有吧。然后它那个应该会越来越难。好简单的、啊，挂了。好了，那应该，那我们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，没有了。好，那我们来开始玩了，真正的下楼梯，3D 版的哦。欢迎来到 Minecraft 下楼梯。所以现在你看，它是还不是用书的，就1.3那种书的房子，还是用那种板子的，所以应该还是旧的。踩踏板开启身后的门，游戏就开始喽。哦，不能破坏物品，尽可能的活下去吧。对，听说那个水狼说他这个游戏就是可以在5分钟或5分钟以内玩完，可是会死很多次，所以。对我来讲的话，应该是25分钟吧。钻石是积分，请尽量收集，因为你这样其实很慢，分数才是重点吧。准备冲吧！我是不是有点鼻音啊？What？故意的啊啊！下面这是岩浆，在岩浆里面鼻。这是哪里？我死啊！你死了，请再接再厉哦！什么鬼啊？我要怎么起来？我要怎么出去啊？睡觉。有点鼻音的原因应该是过敏吧，就是晚上都会过敏这样。所以嘞，我死掉了之后，他就不让回去了。要再重搞地图了，烦死了！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我等下再回来。Hello，我回来了。气死了，一开始就挂了，是怎样？然后，这是钻石，钻，为什么？不行不行，我会挂掉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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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我们再来一遍。大家好，我回来了。再来一遍，这掉下去算了啊！气死啊！不行不行，粘住我粘住我粘住我！这样我要怎么玩呢、啊？根本不能还呢、啊！不不不不不不不啊！没事啊，我反正应该是拿些两钻石啊！不行不行，我真会挂掉，管他，先冲上去再说。啊呀，先拿了，然后。
又没住了，又没住了，啊啊！再来七八了，啊！我们等一下再回来。我们开始吧。烦死！啊不！啊啊啊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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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说啊啊啊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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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啊啊啊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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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快下去！分数什么的不重要啊，什么分数才很重要？乱讲痛！我快挂了！对，我真的快挂了！赶快补完血啦，快点！哎，好慢了，那我们再多拿一点。哦天哪，这好刺激啊！哎，岩浆在上面，还好吧？我开始靠，我都玩那么久了，好了，其实才一下子，我都玩只玩一下子，不要这样对我。哇！哦哦哦哦！现在，不要了，这是我很烦哎，拿不到，跳，跳跳跳，然后岩浆在很上面的地方，反正就拿多一点了。啊啊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要不要了。啊不行，我到底要怎样？啊不行不行，哇、哦、差点挂掉。这先拿一个，然后嘞，然后嘞，不要吓我，不要吓我啊啊啊！我跟你说，啊吓到我了，啊啊啊！差点将，差点被岩浆给弄死，啊多拿一点，才14个。总共多少个、啊？哦，所以我一开始第一次掉下去的地方就是这边，那、不如就不要捡了啦。然后这个，哇，这根本就是拖时间用的。那、不管了，反正钻石，我不要钻石啦，我不要钻石。所以这结局就是我死了吗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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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看另外一边是哪里。应该总该要有过关的标示吧？不不不不不！我要往下掉下去！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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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！不哎哎，这边是什么？我下去我下去下去下去！这什么这什么这啊啊！有箱子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！赶快赶快过去！啊啊！感谢你的愿望，希望你有10块。Oh my god！恭喜你还活着！咦，我死掉好几次了。钻石总共40颗，你找到几颗呢？15颗。刚刚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治好的什么，我一边都不治好。水狼杨记修行小品，麦克笑容体，麦克1.2.3.2.0.2.4.6号，所以真的是蛮久以前的。岩浆人。但是让我死好了，我不能死了。好了，虽然只拍了几分钟，可是每一秒都战战兢兢的，真的是这个地图做的还真惊险啊。那啊，我再玩一下那个小朋友下楼梯好了，太恐怖了啦这个。哦，也不能说比较好玩了，就是因为很经典了，所以不过那个水狼做的还是很棒啦，就是刺激啊，这是玩过最刺激的蛮可以地图了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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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哇，是，好啦，那我们这次的实况就到这边了，那也谢谢大家的收看了。然后，如果你想玩的话，你可以，如果你可以超过我的话，那就超过我吧。我想一大人都可以超过我的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就死了很多次之后，就再来跟大家说再见，拜拜。